눈 비바에 조절을 권리야 링아니에 凌晨的2:41，我亲爱的刘青云，永久的告别美丽的人生，回到幸福天堂去，我心里会唱悲痛啊。青云你一路走好，农历4月40日，公历1968年，刘青云出生在新疆师团，长大他到福建省。1995年，我俩成夫妻，后来定居在你。你硕士毕业啊。家很幸福，本来我们真享福，可惜你就回天堂。我和黄心怡心里很悲痛，天天都在想着你。你那张笑容永远在怀里，我们永远地爱着你。如果真的有来生啊，我们再成一家人。今天已经是农历4月20，公历2022年12月13，我亲爱的刘青云刚好100天，回到幸福天堂里。告别了人生，我在万隆的家里寄信几百里，这是重要的仪式，人生的礼节，也是祖先留下来珍贵的文化，表示在世的亲人心里还有他。没有你这100天，我和黄心怡天天心里很悲痛，时时想念你。虽然我们也明白这是个天意，想念离弃的亲人
人之常情地，我们会把这悲痛化成正能量，今后积极向前进，好好的生活，我们心里还有你，请你要放心，请你一路走好，来生再相会。